演员席尼·墨菲近期主演了电影《奥本海默》，也是他与导演诺兰合作的二十年来首度担纲男主角。他在影视作品中常以飒爽的绅士形象示人，但他在日常生活中竟然是个天然呆。长相高傲又冷脸的他，不说话时的表情看起来傲嘟嘟的，被网友们截图做成失望的席尼·墨菲表情包疯传。某次他在受访时被问及自己的各种迷因梗图，没想到他一脸疑惑的表示迷因是什么。意料之外答案让在场众人不禁笑了出来。资源不常上网也没有社群平台账号的他，过去受访时主持人曾提及 OMG 一词，当时与他一起受访的杰米道南马上转头向他解释 OMG 的意思，席尼听后松了一口气，连忙向他道谢。不少网友大赞杰米道南好贴心，席尼是科技黑洞吗？这样的反差好可爱啊。Bye.